机交互啊的一个操作。又看到。有机会哈，待会哈，能大家体验一下。这是我们公司大概花了8年的时间做到现在。那今天世界哦，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哦，那今天我的顺应这个。还没有听过双跳元宇宙 Metaverse，那 Google Glass 还不知道 Google Glass 的底层，
还不知道 HoloLens 都知道啊。然后，就是，所以元宇宙这个名，当一个专有名词。所以我就要把它叫做。那 Kevin Kelly 哈，其实大师曾讲说，下一个5000年，大概10年会上升。那 AR、VR。哦，同学，戴着眼镜，就是你的是只有让我们现在的眼镜子，这个时候会错。所以，NVIDIA 市值，光是这几天，这几天因为微软手对未来。未来10年会主宰，这么奇怪的。元宇宙叫 Metaverse，哦，那现在纷纷，各位有没有在用元宇宙？你各位知道点点数，未来的为什么网络，online 不需要维系，都不见了，因为网络空间啊什么的，所有的内容器，而且是三。从有电脑，现在移动的未来是什么？有 5G，有 AR、VR。戴着眼镜，我戴着眼镜，我们两个沟通，不管你在练，我们两个，而不是现在我们透过文字。网络 3D 化，那未来的智能眼镜，我才几年，那未来。当时要透过看到，哎，我现在戴了智能眼镜，
各位同学一定要跟着看。哦，那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一个影片，这是西门町的影片哈。当初是用手机，各位看，人是死在路上走。那现在的 AR 都是靠 AR 技术，看到这些人在走在空中里面有。刚刚我的对，这个是一个原因。各位哈，前面我们要登，都是要用发一个广告，这些广告的目的，要不要收财产权？这是谁在上面空间的广告？对，也有。在的线，会改变的。那当这个改变来的时候，好，我们怎么办？那我今天就不再谈很多的技术。技术，大家在谈 AI 加 AI 加。现在没有空气，没有。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，好，要跟得上世界。好，那这些宇宙里面有四大技术、八大要素。好，那元宇宙的架构是持续存、同步、及时上线，会看到完整运作的经济、虚实跨领域的数位资产的可信。重要的那代表什么？各位以后你的话非同时后非内容的创在这个对未来的经济体系，我们现在未来的是那很多啊。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会沉浸在带着网络，所以我在一直在强调，因为电脑的网络。在现实空间里面，要在电脑网络把里面拉到现实，这个才叫好。人类有了文发明文字，好有。有书，哎，再来有 TV、电脑、手机，各位这些都是看，所以看这件事情，对眼球很重要。那刚刚我带的所有的信息，
那所以眼球革命，那这里面开始。3D，未来你们学重要要开始，内容也要开始，所以要创新，你要去理解未来元宇宙的世界。说我只懂，我没有懂。这只黄色小鸭，黑老师，电脑产生，这个叫 M 嘛，叠在现实的。各位，未来我敢。就在你这里的事。NVIDIA 黄仁勋，他的分身，会老去，会分身，透过 AI 跟女生。我讲的耶，那时候会讲，哎，好像我年纪的时候，所以各位。限制你的生存跟发展，所以想象力很重要。对，现在的 AR、VR 都是这样。各位，真的未来的世界，要看到未来。就刚刚那一拉一拉，这里没有广告看板，我走到哪里我知道。这家店在卖什么？甚至我还没有到，我就可以。科技的进步。那我刚刚的眼镜哈，近眼神。另外一个绝对要有感测的能力。对，他我说为什么在空间里面会？对，空间的感知感，现在是什么？对，离人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最近的，iPhone 会消失。这一波如果没有跟上，
企业就，那当然还有网络来。那 AI 就是 AI 跑出来，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为什么节目？电脑是在我手边做，我为了。那因为各位都是我嘴巴讲的，他听懂。所以，双眼镜贵，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哦。那各位看一下哈，刚刚我的大家没有办法看哈。这个影片是要上市，我五年前我就拍，这一次是去年做出来的。啊，这个待会这个就今年做出来，你看我在让我们同事去拍。所以看现实的光源还不好冲。还3D 的，而且我还人会跟虚拟影像可以交流，我还可以跟他说，我这不是变魔术，这都在30年前大家觉得是，很高深的他到你手上。各位，如果说这些技术，一个先，我想清楚。我们公司做的是在做工业的，不是在做公安的、消防的，在讲的这个是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，正在做髋关节膝关手术的。各位有没有听过手术的？那微创手术。微创手术要看 3D 的画面，对不对？还是在看 2D 的荧幕在手术，这个已经可以让你看到清楚，还可以把你的 CTMI 在你器官上面，血管躲在那个。后面，目的地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导航，让我带我到那里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手术导航？手术导航就是我看不到的，我要切的肿瘤，我要到达的手术的一个这个位置哦，器官的位置哦，我人眼看不到，我透过 AR 的技术。把虚实整，什么叫虚实？Medical image，你只是把你的医疗影像哈去叠加过来哈。那刚刚讲的还要有通讯哈，你要把前台后台不是眼镜而已哈，你眼镜跟眼镜要透过通讯去做交互，就把专家的眼睛哈。你在开刀，或是你在修机器，专家不在现场，他可以指导你。为什么？眼镜上面的 camera 就是你的第一视角，第一视角。你的手机不是第一视角，所以开刀的直播
手术的直播，哦，所以以后同学你不用再开刀房去，老师在开刀的时候，你也戴另外一个眼镜，你同步看到他的视角。可是你到现场去，你站在他对面，你的视角不是老师开刀的视角，所以这里面就很重要，我们就要把这些做好。那我们除了做 AR 以外，HoloLens 做叫做 M 嘛，很难哦，这个是最难的。我哪一天如果这个被实现了，真的人类彻底的行为改变、生活方式改变、学习方式改变，哦，我们就把它叫做智慧空间。那智慧空间里面要什么？你既有 AR 的眼镜叠加，可是你人在空间的相对位置不知道，所以空间里面就要有一个感应器。哦，我们用雷达、毫米波加上 camera，所以一个 outside in、inside out，哦，我们把它叫做。哦，那我今天就不要再讲太多技术，我待会时间的关系，我赶快导入医疗的产生的这个价值。哦，这是我们跟 HoloLens 不一样，我们想要把它做轻薄短小的眼镜，哎，做到 HoloLens 不要做到那么大那么贵。哦，用什么方法？哎，我们找到了。哦，我们用我们的方法。哦，所以我们2年前我们申请了一个专利，除了眼镜以外，哎，我们有空间的感知感测。哎，那再来，我有一个 AR SOP 的工具给你，所以未来你们在做任何的 AR M 啊，你可以自己哦来操作定义，哦，你要叠加什么样的信息，叠加什么样的影片，哦，或是照片，哦，甚至医疗的影像等等，哦，都可以。哦，那这里当然我们公司除了做眼镜以外，我们现在也在建立台湾 XR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产业链。哦，所谓叫 XR。就 AR、VR、M 嘛，哦，通通加起来，我们都把它叫做 XR。哦，那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哈。当然，这不是医疗，未来的巡检、维修、保养，哎，你各位看哈，工程师修理机器，医生修理人的器官，其实很多的情境一样。你看哈，他人走到这个空间里面来的，他一边走。哎，他就告诉他，哎，你要走到这里，走到第一道门，这个是也戴眼镜的人看到的，所以你需要学习吗？你需要教育训练吗？不需要，你只要会懂得操作这只眼镜。看哦，他走到胖虎区，哦，他人已经走到这里，哎，他就告诉你，哎，到下一步，哦，因为胖虎异常以后叫你，哎，跑去断电，断电以后叫你下来。做维修保养，你看虚跟实叠加在一起，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的 ARSOP？哦，你看这么复杂38个动作，戴眼镜上去，本来要记忆啊，这么多的哦，要安全帽、手套、安全鞋什么都提醒，要做什么这么复杂的动作，可是我有一只眼镜，有一个 ARSOP 编辑工具。我就导引你，step by step，guidance，哦，逐步的指导你。所以未来各位的学习，我常常跟很多教授讲，你的知识怎么变数位化以后，那透过这样的载具，你们同学不见得要在课堂，在固定的空间、固定的时间才能够学习。你看，我把设备都虚拟化了，就像你把人体的器官虚拟化了，你不用带。所以我常常讲哈，以后大体的实验会被改变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医疗的教学，透过数位转型，透过像 AR、VR 的载具，3D 化，让你能够随时随地来模拟开刀复杂的工作的内容，这个才是改变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工具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他还可以爬上下楼梯，知道做什么事情。哦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哈。哦，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哈。哦，那我可以把它直播，哦，把它播到中间一点，哦，直接给他。OK，你看，他同时在做，后面的人同时看，什么通信5G 为什么重要？准备前往电梯门是断电。有没有？OK。两个不同空间，我把它拉在一起。这个叫做异地共创。那再来的是什么？各位，现在很多医院都跟我讲眼基医疗，已将电三力年前我们就断早电。就做到，很容易哈。眼基医疗是收到。更容易的。
可是演技手术是最难的，你要怎么去操作远端的手术机器人？现在的达文西手术，人医生都还在要到现场，未来医生不用到现场，只要有这一个手术机器人哦，譬如说在这个复兴乡的一个卫生所，只要会护理人员会操作这台手术机安装操作，远端的医生在台北去操作那一台手术机器人完成手术，这个叫做 tailor surgery， 远距医疗叫做 tailor medicine。Tailor medicine 跟 tailor surgery 不一样 ，latency 延迟就不能延迟。哦，你看有没有哈？虚实整合互动，不同空间的人能够连接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视讯会议，老实讲还做不到。哎，可是现在的载具才做到了。哦，那当然5G 的运算等等，5G 的演算哦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基础设施。好，那紧急救灾救护、消防紧急救灾救护，好，那各位这边如果盖那个战伤中心，我认为这一套系统绝对是必要。好，未来你发生的事故现场在战场上，哦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会不一样，可是医生不能永远在你身边，怎么达成这个任务？哦，好，那我就赶快进入到主题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在基隆消防局做的，我想这个已经很成熟了。哦，第一现场医护人员，欸，就可以介入进来做连接互动。哦，所以这就叫做协作共创。哦，协作共创。哦，那医疗手术模拟，哦，这个我们做了很多。我们现在也跟另外一家公司叫社美，哦，他做了一个模拟器官，欸，真的模拟到真的像真的一样。好，哦，再加上我们的 AR 眼镜，欸，我们又可以把信息内容做叠加，那这个就是可以完成整个教育训练的一个教学训练模拟。那演技刚刚我讲的演技对我们来讲，使法令法令松绑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技术了，这个好久就有了。这个扩增实境的手术导航，这个才是难的，这个非常难的。为什么难？难在哪里？那这个是医学教育，我就把它跳过去。哦，这我在高雄荣总，你看哦，它有本来要有一个高雄的医学图书馆，我都把它虚拟化、数位化。哦，虚拟化、数位化以后，你看，这里就是模拟的一个手术房的情境，人走过来，投影机先第一层的 AR 投影，戴眼镜的，哎，3D 的器官就跑出来，你很多的病因病灶就模拟，哎，就出来了。那以前我们还用 3D 列印，它还是实体，可是我把它虚拟化、数位化以后，我可以随时改变，而且我的内容还可以更为丰富，比你用 3D 列印出来教学的还更多元化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改变，哦，要来这边来跟大家分享。哦，那这个是三军总医院，好，哦，像去年，哦，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蔡院长还是之前的，哦，那我们提供的一个智能眼镜，让他在不同的医院整个做，哦，这个手术，啊，不管是协作也好或是教学也好。这个是我们现在帮配伍会还有荣民医院，哦，北荣、高荣、中荣等等，哦，所以那一天我才跟退伍会主委冯世宽，哦，洪主委，哦，一起在高雄开了一个记者会，就是我们在帮他做荣家的数位转型。什么叫荣家的数位转型？我们先从医疗的这个医护的一些管理着手，再做医生的介入的一个病理病灶的一个协同，那当然还没有做到真正的手术，所以这一部分当然网路架构就很重要，垂直专网、公网，这都是 5G 的网路架构。那眼镜要给谁戴？不同的人戴，也要他要做不同的职务啊。各位，未来医生不用很多的繁琐的，他的医嘱你做完了，他就自动储存到云端，你不需要有很多的 paperwork， 也不需要打字，也不需要电脑了，戴一只眼镜你操作过了可以通通记录，所以会更精准。那当然我们也在讲可视化的平台，未来的护理站护理人员不用固定在护理站才能够得到这些信息，眼镜一戴
它就是行动的战情室，行动的护理站，所有的信息内容通通在，不管我人在什么空间，我通通看得到，我通通可以及时的连接。哦，这个就是一种改变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帮高荣哦现在在做的可视化病房的哦，病人在病房里面，他现在的生理状态，他的一个活动的状态，我远端我也可以，所以 COVID-19 来的时候，这一个就很重要哦。那我们进入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哦，这个手术。导航，这髋关节、膝关节本来要用这么多的设备，我们做出了一套眼镜，这只眼镜把它取代，再加上这些辅助的工具，这个真的过了 FDA 的，这全球应该首创髋关节、膝关节的手术导航。什么叫手术导航？你可以把你的 CT、MRI、X-ray 先建模了，所以手术之前你可以透过眼镜先去做模拟，做模拟。所以你在开刀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风险，我们不会说开到一半发现，这个病灶跟你的判断是有差异的，所以增加开刀的安全性跟缩短开刀的时间，这个失血量少，伤口小，用精准嘛，我精准定位，我知道要从哪里进入是最快的捷径，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改变，那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哈，他在操作他手拿的手术刀，他手拿着一工具，他怎么做交互？这个就是他看到的信息。你看，他都没有在动，他手也不可能来操作电脑，他也没有助手啊，他一个人。这个在做髋关节，各位知道髋关节是一个很复杂的 3D 的结构。如果你在置换髋关节，人工髋关节的时候，如果你置换的位置角度不对，这个就是手术失败。你怎么样做？要不只是要经过长期的训练，我们怎么样利用工具？利用 AI，利用工具，让你能够快速的能够执行。所以我在这边我不会告诉人家说十年磨一剑，各位。这个观念会被推翻，谁会用好的工具、好的载具、好的知识？未来你不需要十年才当主治医师。所以整个医疗体系的观念要改变。这个我也会推动。不是说照着你的时间来升迁，是看你的能力，你会不会应用工具？所以我刚刚讲的要跨领域。跨领域、跨技术，谁能够做到？那以前我们的训练不是，我们的训练都要扎扎实实的。刚刚我不是说叫你们不扎实，你们还是要很扎实的把你们的医学理论弄清楚。可是你要懂得一些方法，懂得使用工具。所以这家公司3年、4年前他成立的时候呢，他们老板来找我，创业者，他没钱。各位做这一只眼镜多少钱？1亿台币，很便宜，真的1亿台币够便宜的。他没有钱付给我，我说好，那我投资你，因为他懂得整个医疗的行为，我们不懂，可是我们懂得这些技术都是我们的，怎么知道人机交互啊？怎么？我们创新出来，他今年他拿到2000万美金的投资，而且还大的公司准备要并购他，你看短短4年的时间。短短4年的时间，那我们也准备引进到台湾申请 TFDA，来开始来做。那最后跟各位来分享的，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些工具载具，我们公司也在开始推展。我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 SR Lab，我在台大、我在清大、交大，跟几个教授一起在，因为这里不是只有载具，不是硬体、软体内容，甚至包括人因工程。包括生理，包括心理，都要融入，所以我们在建构一个叫魔方智慧魔方，叫 SR 智慧空间智慧魔方，怎么把教育研发学习，把这样的工具先从教育导入。如果这套系统导入，平常你的学习要1年，
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具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流程，一个帮助，让你缩短，而且学习的效益平量提高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追求。哦，未来你用一只眼镜，本来你要学习一年，你一只眼镜你学，可能一个月你就变专家了。所以我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叫做 SR 的虚实整合互动式学习跟工作。各位，学教育教室是学习空间，手术房是工作空间，好，病房是工作空间，其实都一样。好，人在空间里面，你的所有的行为，你怎么归纳分析，跟数位内容的交互，对不对？你的工作嘛。你的医疗影像是不是数位内容？以前那洗底片，现在不要洗底片，那个是 analog，现在变成都电脑化了嘛。那未来呢？元宇宙发生呢？所以你们一定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哦，不要等到3年以后你们跟不上，在你的基础的学习里面很扎实，可是不要忘记要懂得这些科技进步，你要跟得上哦，你才有办法。在未来的一个元宇宙的发展的，哦，元宇宙里面的医院也是其中一个哈。医院以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改变？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下。哦，你们年轻哈，多想象，多思考，多学习。哦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哦，这个也跟各位。哦，那最后我们要做到的，你看哦，台大、清大、交大、中央。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双语教学，在静宜11月份我们就会完成。哦，譬如说，这叫沉浸式学习。哦，我讲我的母语，我到超市去走1圈，我用母语啊，我要买这个啊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，因为眼镜是最好的采集工具。回到这个空间里面来，它把你转换成英文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是先学语文，你是先会讲话，还是先会懂得文字？可是我们现在的语言教学是错误的，我们是要去学文字、背单字，然后才会来沟通。我们要打破这个概，打破这种学习，颠覆这种学习。你小时候是先会讲话，才去认识字的。所以双语言的目的是要让人沟通、了解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推动双语教学。戴眼镜，你不会讲像这个。欧洲的德国的人到台湾来学习，他母语是德语，可是他要学中文很难呐。哎，他戴一只眼镜，他用他的德语讲一讲，采集回到这个空间里面来，哎，他把它转换成，哦，他有语义、语素，哦，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教育心理学跟这个我们在合作就在展示这个，哦，让你快速的学习，而且要跨空间。你看哦，未来天涯若比邻呐，各位你不用来这里上课。你不用来面对面的，我们把不同空间的人拉在一起，互相来做交互，哦，那这个就今天我来分享给大家的，哦，留一些时间，哦，如果还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，哦，或是我们可以交流一下，好，哦，谢谢。